迷你世界中的地心世界，如果你们仔细看，就会发现这里坑坑洼洼的，这边有一个大坑，而在前方有一个巨坑。很多小伙伴说这种坑是自然形成的，错，其实有一个人把恋星破坏成了这样。你们难道不好奇这个生物它是谁吗？如果你曾经来过地心世界，请点一个赞。众所周知，在地心世界 95% 都是岩浆，并且在这里有两个常住居民，他们分别是熔岩巨兽和硫磺弓手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他们非常抗热，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二个就是此时硫磺弓手的心情。小伙伴们，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但是我和学姐认为，并不是硫磺弓手破坏了恋星的环境，也不是熔岩巨兽破坏了它的环境。我们发现他们两个的体型实在太过渺小，经过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其实就是钻戒的主人黑龙破坏了烈焰星的环境，把这里变得坑坑洼洼。你们可以看，当黑龙进攻的时候，它会吐一个火球，而这个火球砸到地下，就会把这一块的环境破坏掉，让下面充满了坑坑洼洼。所以说迷你世界中的烈焰星的坑坑洼洼就是黑龙破坏的，你们知道了吗？点个关注，下期继续。